Ah, you have need of my advice.超级火甲，黑骑士能克这只吗？怎么可能？你说笑是吧？打这个烂角色哦，这把是福利局吧？上一把我们暴打了西服女士，这个怎么说？这个就更不可能打赢我了。这一只可以打赢我，我把手机吃了，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哦。Retreat. 他现在坐牢啊，兵都不能吃啊。二技伤害要打得高呢，要留到技生活。他像这样子打，这样伤害才会高。坐牢啊！你选的什么烂角色？坐牢啊，哥，坐牢啊！一直站在里面被我烧，欸，这配时空之丸很强欸。没有二技的话，我们伤害就会不够，我们会很需要二技，二技才是我们完整的一套爆发。不要在这边发呆了，赶快去帮队友。完啦，下路炸啦！我上路就打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上来帮我？妈呀，弹琴的跟鬼一样。我的上塔要没了。哦，他推好快哦！我为了阻止这个黑豹危机，我的上塔已经风中残烛了。刚好今天有人问我，还私讯问我，现在的乌木猴适合打上单吗？我觉得玩坦型的非常适合。哇，没有吸到，可惜啊！吸到的话有机会单杀他，但没办法，这次的对线缺点就是你少一招跟人家对打，你没有大招，少了大招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威力差蛮多的，所以打线其实要打出单杀不容易啊，伤害很有限。或者是带重创吧，我觉得带重创还可以啊，带重创要拼单杀还挺容易的。
还好他没死了，应该帮他多扛一点。这个阵容蛮难输的哎，辅助是个瑟西啊，对手就算团战开得好，想突围也有点困难。好好玩哦，天哪，真的是超好玩的。乌木猴对魔剑，我是觉得我应该不会怕魔剑啊，不过要等遇上了才知道。还好我是弹心欸，不然我已经死了。这次玩弹心也太白痴了吧，伤害也不低欸，因为你那个火甲你的生命堆起来之后你贴进去这样烧也很痛欸，然后出来之后对手完全不可能放倒你啊，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，坦行的就更加不可能了、哦、你就等于是一个带有无敌的坦，有无敌的前排，知道怎么死啊？我的梅金腰带快出了，推线又快，因为我们可以用烧的，烧再加上二技，推兵超级快的。其实现在队友想干嘛都可以，他们想吃舒尔特就吃舒尔特，想做啥都行。他们完全出不来哦，只能坐牢。哎、欸，冬兵死了！我的天，为什么一定要单吃？再怎么样心急也不用单吃了，他可以等打野啊。想带我回去也是不可能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根本不可能会死哎、欸。坦行的要怎么死啊？贪心的有够好笑的啦，很适合新手入门欸，我觉得妈呀还被拿走，我们的舒尔特还被拿走欸，没关系啊，给对面续命一下，不然我觉得这游戏好像过于轻松了。这又在干嘛？我觉得我们的冬兵很搞。控太久了，控到人都来了。You will do as I command. 哎，为什么人会往后飘啊？哦，那个应该也可以杀的。OK， 乌木猴能不能玩上单？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有个底了。好，带去找他队友。天哪，太强了吧！没有人可以针对、欸，玩坦的没有人可以针对、欸。这个你就算叫魔剑客来跟我打也打不赢我吧？不可能啊！上一把西服都能打了，难道魔剑会比西服难打吗？哦，完蛋了，什么路都可以玩，所以我觉得打上单的话。比较有影响力的玩法应该还是要走坦位啊，就是火甲然后神行飞翼之后法防装，后面可能再上个美国队长之盾之类的。腰带我会摆在倒数第二件出哦，保持我们的续航力，而且腰带血量加很多，我们火甲烧伤也会比较高，我觉得这样玩就蛮稳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冬兵没有出鞋子，然后装备爆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们带着这样的射手在玩游戏耶。有，你怕游戏太简单对不对？有料，我的观众真的都很有料。
打出来的输出也是全场最高啊 ,60.0k 哦啊，我们是一身弹装。能够在前线开团还可以就只出来之后对手想要针对你想说诶、欸、你没有寄生了赶快弄死你就诶、欸、怎么这么硬这巫婆怎么可以这么硬很有料诶、欸。这真的很好玩，打上单可以试试看啦、啊，蛮好玩的。因为打上单会少一个大招、啊，所以你在对线的时候，比起其他的英雄来说，你是比较吃亏的。那前期你出了一堆伐工装，又放不了大招的情况下，你在上单跟坐牢没有两样哦。所以其实这样出还蛮不错的。经过了两场的实战，我觉得这可以玩，这真的可以玩。